今天是4月30号，我们住院，快要出去了，快好，快可以离开了。那我们这个礼拜做的复健呢没有做，所以我们就会诊的时候来做。现在呢复健老师，就是吞咽的复健老师，说妈妈的头太低了，是吧？所以呢现在帮她脖子拉一下。我不太敢做这个动作耶。让他坐正就好了。坐正哦。对啊。我看到是你把他的头往那个椅子的地方固定这样。我不太敢做这个。现在呢是做嘴巴啊。今天的反应很好。今天反应很好。嘴巴那么张这么大。好棒啊。我们常常都是讴歌那个小孩子打哈欠啊。我老妈打哈欠也是很棒的，对不对，妈妈哈？看，好，你看今天反应很好哦。我今天早上给他洗脸的时候，弄他的嘴巴，昨天有跟他洗嘴巴，可是他的那个反应没有那么好，他不太张开。我觉得老妈在你的那个教导下，好像那个很温顺的绵羊。啊！可是我帮他做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会跟我有一点好像。比较抗拒，但是你帮他做，他好像很舒服，很乐在其中这样。你看。我醒了，我父亲了吗？起床了没？起床没？刷刷牙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好。今天我让我妈妈睡到自然醒。我觉得能睡到自然醒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。计程车车号8661的车主，但是他在那个养护所呢，通常都是要过团体生活，对不对？团体生活，人家几点起床，几点吃东西，几点什么都要配合。时候到了就要起来。那我跟你说，我好棒哦！这我们来已经礼拜六进来嘛，今天已经是礼拜三了，四天都是我住在这里哦。真的？因为我请那个看护啊，看护，我有一个熟的看护，他说要礼拜六我进来的时候，他说要礼拜一才他的班才下班。就到礼拜一的时候，他说还没有，那个人要找养护所，但养护所还没有搞定这样。妈妈脸怎么了？沙哑牙哦，沙哑牙哦啊！至少他嘴巴还是张开给你刷的，所以他礼拜一就没来，那礼拜二也没来，那礼拜二的礼拜。一下午我就去打电话去问啦，那他们就请了一位看护来，
所以昨天早上9点钟就来了。啊，我想哦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回家睡觉了嘛。哎，我已经在这睡了3天了，就没想到到9点钟的时候，他说他的以前的老的那个照顾的人从那个加护病房出来了，那他说那个家属一定要请他过去帮忙，因为别人照顾他都不顺手嘛，他希望他回去这样。所以他跟我说啊，对方说他是他们家的贵人，那我怎么能那个，我当然只能成人之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好好好，那你赶快去做贵人，那我就是我妈的贵人，哈，妈，对不对？女儿是不是你的贵人？所以我昨天又在这睡一个晚上。哎，因为我们这短期的哈，我们已经进来住了几天了，要再找看护是不方便的，因为人家比较喜欢长时间的。哎，他如果能找到比较长的看护，他就不会接受这样短期的看护的这样的工作。啊，你看神采奕奕哦。哎，我觉得应该给他照一张这个去参加比赛呢，去参加摄影比赛。可是我现在录影，哈喽妈妈，你看我们这最美丽的妈妈跟最美丽的啊治疗师啊，照一张，很有希望上。真的，嗯，不错啊。啊，有进步哈。哎呀，好棒啊，妈妈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！我这个手机没有办法一面摄影一面照相，否则的话，在这里面找一张漂亮的，咔嚓下来就很棒。对，昨天就是说痰很多，就来抽痰，就抽妈妈非常非常不舒服，抽了一次，第二次抽没有抽出很多，妈妈整个脸都红了这样。那后来她要抽第二次的时候啊，护理师就问妈妈，我说不用问她，她是失智啊，就她说她可以表示。结果问他，你知道他真的居然是摇头哎，啊、哦，太厉害了！这关键时刻为自己发声，他就摇头。结果摇头了，那个护理师就说啊，摇头了，那就不做了。结果后来我们是用那个叫什么面罩，化痰面罩。哎，然后又吃那个化痰药，昨天晚上就这样安全度过。啊，我跟那个早上那个我们来之前那个医师有来巡访，我有跟他说，哎，这种情形是不是我们也去？因为昨天是急性情形嘛。是不是可以追踪一下，看看到底怎么样？是不是拿点药，
所以我们这边做完了就要去请他们来会诊。嗯，为维护您的健康，即日起办理免费癌症筛检活动，包括子宫颈癌、乳癌、大肠癌、口腔癌筛检。相关讯息请至二楼癌症筛检管理中心洽询，谢谢。陈老师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嘞！才做这么几次，这进步那么明显，你看看。凉凉的，是冰的，有冰冰的吗？是冰的。进步好明显哦，好，你也看到了哈。啊，说不定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吃蛋糕哦。要生日什么时候啊？7月6号。去年。去年母亲节，去年母亲节是吃蛋糕，是一个黑森林蛋糕，是。1/3。今年母亲节，他可来不及吃蛋糕了。大概对，有点困。啊，看看哦，看看，生日可不可以吃点东西？其实我觉得哈，他如果能不流口水，我就很高兴了，我就觉得很棒。我们现在有在中医做针灸，对，好棒，好吞。这是吞的意思吗？对，好吞。那个喉痛。哦，可是有东西吐出来吗？不是，喷出来。吞，然后口水就被吹出来。哦。那中医也是有看到说他的。那个口水少很多，好，妈好，有吞了啊。好棒啊，好棒啊，好棒啊。好棒啊。针灸我们也是已经做了2-3次了。觉得那个效果也是很棒，就两个双管齐下哈，我觉得真是，好，我要停这个，然后开始。